别亲了，菜青要掉一层皮了。我就是太喜欢你了，你终于接受我了，宝贝。宝贝，小心我抽你啊！如果抽我能让你接受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那个，我是个男人，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放你走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意思，你不就耍赖？昨天晚上你已经答应我了，做我女朋友，是不是该吃早饭了？不吃。哎。你在干嘛？发个沉默啊，好消息当然要人尽皆知啊。不行，这事必须保密，尤其是沉默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我弟觉得我抛下他。以前只要我一谈恋爱，沉默就会跟我生气，我不能先抛下他。沉默都已经是大人了，你作为姐姐也没义务对他负责那么久吧？况且你现在的对象是李景阳，我哎，别废话啊！你现在不过是在我的试用期，我随时都有可能跟你分手。哎，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否则立刻分手。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，没得商量。还是说，你想现在就分手？也行，我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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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上面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一遍。恋爱必做的100件事。嗯。我现在后悔。还来得及吗？嗯，我想想啊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你已经上了名为李景阳的爱的贼船，跑不掉了。嗯。你要干嘛？证明自己手气还不错？我已经证明了，否则我怎么找到这么优秀的女朋友？嗯。好了，不玩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。情侣必做的100件事。哎，不许挂！哎，我就不。别闹！哎，你别闹！我一会儿约了程默。哎，不让我挂也可以，让我留下。哎，你别闹！还有惊喜给你，你就这么想我回家吗？程玉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笑。我不想你这么大压力，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天都能看见你这样开心的笑。收起来，跟你收起来。姐，我看楼下有个外卖，你这里面买了什么东西啊？我在楼下直接给你带上来了。哎，我点的。是我来的不是时候？哎，没有。李景阳他今天过来，给我汇报工作。顺手给我带了点东西。哦，
我还有事要问您，来，快快快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们都知道，哎，咱俩好久没见了。哎，你跟那个小芋头，怎么还不跟人家表白呢？啊？对对对啊！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，光计划不实施，你得有所行动啊！不然小芋头跑了。嗯啊啊！我给你准备了香薰蜡烛。我香薰蜡烛干什么？你想啊，小情侣他晚上看个小电影，点上香薰蜡烛，那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嘛。你叫我来就是因为这个？嗯嗯，那我走了。香薰蜡烛还是拿着拿着。哎，你汇报完工作没有？你汇报完跟我一起走。我还没汇报完呢，你赶紧回家点蜡烛。好。